谢谢你。那我可得听听，你要怎么谢谢我？谢谢你舍命救我，只不过这个形式啊，还是谢谢你。这形式怎么了？这叫格局、担当，不然怎么样？我还能跟那个丑画师一样，什么都不做？对对对对对，刚刚还说自己有格局，人家呀姓谭。好，那怎么样？我要像那个老谭一样，什么都不做，我可看不惯你被欺负。我以前啊和姐姐相依为命，家里条件不好，我就像是一块砖一样，哪里需要就搬到哪里去。所以啊，我一直想当一名非常优秀的监狱师，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和姐姐开一家店，也过一过无忧无虑的老板生活。放心吧，丹丹，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吃苦了。下午你跟大哥这样一下，跟谁学的呀？那我就这样，那还用学吗？对吧？平时、哎、哦，花满楼是吧？没，不是。你是不是跟那什么花店姑娘学的呀？没有，没有。那跟谁学的？我你肯定跟他们学的，还是有别的姑娘？是我不知道的姑娘吗？啊？月下水银星满天，你还装？眉间有了为谁